就像我们暑期念佛，不，暑期的时候，如果你暑期到可以的时候，到最后连数字也舍，是不是？当我们念佛念到纯熟的时候，连音声也舍，为什么？那就纯意念，是不是？因为你不可能到最后还有那个气在，念不来啊，对不对？念不来，你这就意念而已，所以你到最后一定会从粗到细，一定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同样在我们发觉我们的心不容易生念的时候，我们借着外相色相来帮助你摄心，好，观想就不容易了，观想很多意想的东西，很多抽象的东西，实相就更难。但观相总是还是在我们的五应用到的五识，五识是散乱之识，但五识可以在某个阶段是辅助第六识，是不是五俱一识啊？所以就是这个原理，为什么要你观想？你说我都观不清楚，不用那么紧张，因为观的都黑白的，没关系。为什么？黑白有黑白作用，彩色有彩色的作用，到最后还会走出来的，会不会？经典说的，会走出来。坐坐坐，化解说，嗯，他怎么都只是坐着？嗯，观一观，让他站起来。光站不行，观浪让他走，哦，他就走了。那坐也不行，要讲哦，要观住佛像为你说话，就是这样啊。那为什么说这样会不会自己想的？有可能，但当你不断在用圣解力想他的时候，是不是符合了应用？你极力的用很多的善法去形成这个念头的形成，万法唯心。你努力去促成他的时候，其实重点不光只是那个相，是你在促成这个过程的时候，你已经集众多功德力在努力修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心本来没那个条件，因为托努力从各方面在意念它，所以让它的念通透过这个努力具体化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有啊。所以为什么念佛还有很多，你可以专持名，但可以利用其他的方式辅助你那个还不是很扎实的念头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像是这样。好，再过来。使王父问那仙，何等为成所望生念者？那仙言：譬如人住有所望，烁烁独念得之，而是为成所望生念。就是说，你因为忘掉他，你就努力的一直努力去想回忆回忆回忆，是不是？会你不断的去想，啊，所以说在某个意义上来讲。当我们现在对某些相不具足的时候，我们努力针对某一个相做细部观察，让这个相的多重的深细内涵让它回忆起来，是不是？努力的去将这些相，我们有时候要回忆一个东西，一定是就我们还记得，有时候我们在回忆一个东西的时候是有一些端倪，以一个端倪回忆下一个端东西，一个东西回忆一个，见到这个东西想到这个，这个东西想到这个。所以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在不净观的时候要观察尸体之外的周边境界，因为尸体周边的境界可以帮周边境界可以帮助尸体的相清楚。所以我在观摆好的时候，为什么同时要稍微观全身相，乃至观脸相，观完诸相，好，那都是大约观完专注摆好，因为摆好离开诸相不叫摆好，必须透过其他相形成摆好相，所以完全独立摆好相很难成就摆好相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他都有这个原理。所以我那时候就看下来，大约看，然后就慢慢回到摆好，哎，这样因为简单，太复杂的相你不容易安住，但如果纯粹就单纯，你就不容易生出摆好，哎，对不对？好。再下一个，十一王父问那仙：好，何等为因是生而念者？那仙言：学书者能求其志，是为因是生念。就是说我求其志，是因为我曾经学过认识他，我认识他，我就容易具足。我认识他，好，我认识他，所以这个跟前面也有一个相通，就成习境。我对一个道理认识，所以我认识变成我念头升起是有所平依的，
那个东西是曾经我认识的。所以当我们一个一个久修学的东西认识很久的，是不是很容易就被想起来？像我们现在走路起来，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路上啊，有些人我们已经看好多人都忘了，回来都不知道，但某些人一看你回来都马上想起来，是不是？我就说我以前国中的时候，我父亲叫我去买茶叶，那晚上九点我就骑脚踏车去买茶叶，就到了台中那个光明国中，现在不就是光明国中我忘了啊，那个五叉路口，那就底下有一个草球啊，有插香，我说怎么会放在路中间在拜什么，我就这样这么无聊哎，就脚踏车一停下来就趴下去看，到现在印象深刻光此一念就不忘了，你看多好用太深刻了， 我靠那么近干什么那个被车撞死在那里的，用草席盖着插着香，哎，没人管呢，也够厉害的，你看这要是不小心车还是会碾过去的，可是我就不知道，我就停车下停脚车下去趴着看头就在那里，从此印象深刻，我那个众因缘和合，哎呀，想忘都难，现在一想都还印象深刻，你看，所以不静观，丢到死的人都会马上想起来啊，如果哪天看到具体活像现前，马上念佛念就生出，是有的念佛念到那多，实际上从内心眼现众多诸佛菩萨像，你那个念带要忘都难了，所以有活在念佛念容易成就啊，我们现在不容易，但还是可以由心所现，因为实际上就算现活在世也是由心所现，那我们也可以借此因缘见得真火，也是可以啊。好，这个、有点进度很慢，不过我们讲一讲，大概后头也都讲尽完了，所以不一定要全部讲完，也算是讲完。好，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